天地无间谁是我，劝君莫蹉跎。纵然今朝不与我，未尝是苦果。春去春又回，燃起希望的火，莫悲切，莫伤痛，你我同与共。望珍惜人间有爱。没有，好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来，你的生日大餐来了，请吃。吃完以后，我再送你一个你想不到的生日礼物。什么生日礼物？现在说就不稀罕了。去看电影？去游乐场？那算什么？比那珍贵1000倍、10000倍。那是什么？你快说呀！你赶快吃你的生日大餐吧，一会儿给你个 surprise， 赶快吃吧。见他面，沈娟会对我怎么样？他会埋怨我，还是跟我说声对不起？他会跟我一起回家吗？我还是别勉强他吧。就如果他不想跟我回去，这些个主题，我就让他尝一尝家的滋味。这张照片呢，让他留着，他想家的时候，他可以拿出来看一看。
这样想，在他心目中，你是他最乖的女儿。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耽误了。 你拿的红包有什么用啊？小轩也不在，往哪送啊？吃饭了。哎，再等一等吧，还没见着爸人呢。菜凉了就不好吃了，尤其是那道醋溜鱼片，凉了怎么吃啊？凤儿啊，这不是日子不一样吗？菜好不好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等人齐了再开饭。 这能到齐吗？奇怪了，都哪儿去了？那以往过生日，他一大早起来，买上蛋糕、冰到冰箱，烧很多小娟喜欢吃的菜，准备的丰丰盛盛的，吃完了还要唱会歌呢。哎，今天，建明啊，今天你是寿星公，别让你饿肚子。 先去吃点吧，啊！再等会儿吧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我打过了，没人接。奇怪。喂？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爸出车祸了，送医院了。
你回去吧。不，为什么不再等一下？我爸他不会来。要不我打个电话问一下。不用了。我爸的脾气我知道，他要来早就来了，不来的话打电话也没用。看来他已经对我死心了。不会的，你爸不会放弃你这个女儿的，要不然他不会到处去找你。 连游览车在哪儿他都知道。你不要再说我爸了好吗？我不想听。不，你爸这么疼你，你不要这样误会他。你一直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你后悔了是吗？你想让我跟我爸回家是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那你干嘛一直跟我说我爸很疼我，还要我一直等下去？ 你什么意思，娟儿？我只是觉得我很对不起你跟你爸，你们那么痛苦都是因为我。父女之间的亲情本来就是隔不断的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想你爸，你爸也很思念你。我不希望你们永远这样的僵持下去。经过这段时间，我相信我们。 还有你爸，都能够冷静下来。所以我想，趁着你生日，让你跟你爸见面，能够重归于好，让你们父女解开这个疙瘩。可惜，你爸到现在还没有过来。是我这个做女儿的伤害他太深，他会恨我一辈子，不会原谅我。我就是不想让你这么想。 我才找你爸来的，娟儿，你真的不应该这么想你爸，因为我能通过他的态度、他的感受，能感觉到他对你的爱之深。你不要误会你爸，否则我会觉得我对不起你们父女的。所以你让我一直坐在这里等下去是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坐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？ 我端端的一个人，我跑那么远去干什么？这下好了，被车撞了，可是撞出个三长两短，可怎么办？阿姨，你什么时候被乌鸦嘴了？请问哪位是审判海家属？ 哦，我是他儿子。啊，你好。哎呀，抱歉抱歉，我不小心把沈先生给撞了。其实沈先生，已经治疗了，这治疗费用我会完全负责的。哦，是你撞的我爸，我这还正找你呢。你先说这话有什么用啊？那么我爸妈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咱这事儿没完了。先生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沈先生，好吧。请你放心，沈老先生住院的一切费用我完全负责。 我现在就给你交住院费用去。先生，经过现场勘查呢，这次事故责任非常明显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，请在上面签个字。还有呢，这包东西是在现场收集到的，我想应该是沈先生的，您看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公示先告辞了。这不是去年小娟生日，咱们照的全家福吗？ 是去找小娟的。给你家属吗？哎，对对对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生命危险是没有的，就是右手有这个骨折，另外脑袋有轻微的那个脑震荡。哎，你们要注意，病人呢现在已经送到浦东病房，你们可以去到里面看一看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应该的。娟儿，你别那么生气好不好？娟儿。
娟儿，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娟儿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。娟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要发泄冲我发泄，你打我骂我这都没有关系。可是你千万别憋着，你憋出病来我会很心疼的。娟儿，你开开门行不行？娟儿，你开门好不好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你爸，我要问问他答应我了，他为什么就是不来？我知道他会打我骂我，这都没有关系，只要让你开心，我会求他老人家来帮你庆祝生日的。娟儿，你等我。爸爸，娟儿，我真的是好意。什么好意啊？明明就是你不要我了，你让我爸把我带走。冤枉啊！我刚才跟你解释过，我是看你很想你爸，你爸也很想你，所以才安排你们见面。如果万爱说非要强迫你回去，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你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把你带走的。三宝，你说我爸他为什么没有来？为什么我们一直诚心的等啊等，他为什么不来？可能是万晚舒很忙吧。是咪咪打电话告诉我，万晚舒主动约的你，想给你过生日。可是我爸他为什么没有来？李女士，您的肝脏功能还是没有达到健康人的水平。比较麻烦的是，子宫里的那颗小肿瘤好像又长大了，请务必抽个空做进一步的检查。三宝约好了要来给我过生日，却没来，白让我空欢喜一场。你爸他肯定是有事儿，要不然他就会去的。你看，这你也哭，都快30岁的人了。你别忘了啊，今天你可是寿星，有三宝高高兴兴的给你过生日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了好了。别哭了啊！啊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有人在叫我。好好好，啊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啊，哎，再见啊。正要给你打电话，你却打来了。咪咪，喂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今天是沈娟的生日，不是愚人节，你在搞什么？我不会跟你开这种玩笑的，你知道沈娟会很伤心的。解释，你跟我解释什么？是什么？万海说他来过。
在什么地方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三宝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娟儿，你千万别着急。爸还说他来过，只不过在路上出了点车祸。娟儿，娟儿，你千万别着急。刚才咪咪说了，说万海叔只是手臂骨折，现在已经处理好了，没有任何的危险，叫你别担心。上一次我爸来看我，我就看到他跌倒。这一次我爸为了来给我过生日，又出了车祸。这么多事情都是为了我，我真的太不幸了。娟儿，你千万别那么自责好不好？要怪就怪我，我只是想让你们见一面，高兴高兴。谁知道会出这种事儿？我要去找你，我现在就要去看他。我陪你去。现在回去了，就真的别想跟三宝在一起了。可是爸他……娟儿，你不用考虑我什么，别顾虑了。我现在心里很乱，你不要吵我。娟儿，不用那么伤心，千万别这样自责。你别管我，你让我冷静想一想好吗？无聊，那随便走走转转。随便转转，我说实话，找小娟去了是吧？看什么看？我们都知道了。你说你拿着猪蹄，拿着全家福，你能到哪儿去啊？找小娟就找小娟吧，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，害得我们担心。我现在心啊、脉搏啊，都咚咚咚咚还跳个不停呢。好了好了，算我对不起你们，行了吧？那人倒霉嘛，碰上了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爸，你是不是知道沈娟在哪儿？不然的话，你怎么会去那儿呢？
没有，我就是听到点风声，那我试试运气吧，看是不是能碰上爵。碰到是碰上了，碰上车了。爸，上次你跟我们说去钓鱼，结果弄了一身伤回来，这次你又出了车祸，这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我们都不知道下次还能发生什么事儿。就是呢，我看爸为了找沈娟呀，还不知道要把自己折磨到什么时候才罢休呢。都是因为三宝把沈娟带出去，才害得爸会出这么多事儿。这沈娟实在也太不懂事了，我们全家人都为她一个人担心，她倒好，连个消息都没有。你这是干什么啊？我人都受伤了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有完没完？完了，都不说了，你别生气啊。建明，对，这样，你爸也累了，你们要不给他办个住院手续，你们就先回去吧，啊。哦。那爸，我们先走了。回去，那你好好休息吧。不疼。哎，不疼。咦，我手机呢？这手机干什么呀？给建宏打电话。别给舅打，别让他知道。哟，落在家里了，别让他知道。谁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？我到外头去打。哎。手疼算什么？心疼才真让人难受。这怎么会这样呢？难道是老天爷在惩罚我，故意不让我跟娟见面？什么？爸出车祸了？我知道了，您别累着。好，拜拜。怎么了？你爸受伤了？要紧不要紧？你们赶紧收拾收拾，回去看看吧。哎，爸，我妈说我爸只是手臂受伤，没什么大碍，已经睡着了。她让我跟小希明天再去看他们。哦，那就好。谢天谢地，总算没出大事。是啊，这样，明天呢，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。今天让你爸好好休息休息。小希啊，哎，明天你跟建宏回去啊，家里有什么帮忙的，你就留下来帮忙，知道吗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妈。哎，大伙儿早点休息吧。哎，好。丽珠，我们也休息。妈，晚安。晚安。哎，晚安，爸。晚安，晚安。心灵感应吧，今天一整天都觉得心里怪怪。原来是爸出了车祸，怪我不好。我要是早点提醒妈注意，爸也许就不会出事儿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主要是爸的掌上明珠，他的每次生日啊，爸都会为他庆祝，办得很隆重。今天是娟儿的生日，我爸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呢？爸去找娟儿这事儿，我应该能想到。爸也是的，他去找娟儿，应该跟家里人说清楚啊。要是有人陪着，就不会出这事儿。建宏，这爸去找沈娟，他肯定是瞒着家里所有的人，他也不会来告诉你啊。所以就别自责了，好吗？我还是觉得遗憾，爸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哪还经得起这么折腾？这怎么吃的？我的手根本没胃口。我知道你会说这话的。我
给你烧好吃的来了啊！哎，好香哎！嗯，排骨汤，补补你的骨头。哎，来，喝点啊！我来，我来。亲家，亲家母，我们来看看亲家，好点了吧？哎，亲家，亲家母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呢，麻烦你们这样跑一趟。应该的。应该的。好好好，爸，你今天可有口福了。你看，你那小西爸妈专门为了你起了一大早，去菜市场买了两尾鲈鱼回来炖汤呢。哎呦，谢谢。哎，我看呀，这个先不用喝了。那亲家母那汤都做好了，正在喝着呢。哎，不，喝，我喝。来来，振宏，那我来弄吧。来，爸，你手不方便，我喂您喝吧。嗯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又清香啊，又汤真是浓，一点土腥味都没有，好手艺。谢谢亲家了，我跟您说呀，不是我手艺好，这鱼新鲜。哎呀，他很挑嘴的，他说好吃就是好吃，肯定你的手艺不错。我哪有亲家母的手艺好啊？亲家这是客气呢。哎，你别客气了。爸，你去找娟儿怎么跟我说一声，我可以陪你去吗？不光说是你，我们家没一个人知道他去找小娟的事儿。看吧，建宏，你能不能不提这个事儿啊？昨天被你妈妈唠叨一整天了，你这一说，他又没完没了了。哦，对不起，亲家母呀，这亲家我们一看呢，伤害不是太重哈，有说有笑的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要是有什么用得着我们帮忙的，你只管说，别客气啊。哎，好，是啊，妈，反正我们现在也闲着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您就跟我说一声就行了。亲家母啊，冉小西真是懂事，不像我那个沈娟，哎呦，净给我惹麻烦，让我伤透脑筋了。哎，爸，您别这么说，娟儿是不知道您出车祸了，要是她知道了，她肯定马上就回来看您了。就是，哎，是啊，我也是希望看到她的。不过想一想啊，宁愿她不知道啊，免得她为我担心。只有手受伤吗？还是你跟咪咪为了怕我担心，没有跟我说实话？我怎么敢欺骗你？如果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吃完早点，我就带你去看万海叔。我是不是很不孝顺？为了跟你在一起，我不顾父母的反对离家出走，现在又害得我爸被车撞伤，别人家的女儿养大了都会照顾父母，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可是我却一直给父母带来伤害，甚至害得我爸撞伤。我不是一个好女儿，我对不起他们。你是好的女儿，你是好女儿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应该追你，
爱上我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在你父母眼中也还会是乖乖女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不会离家出走，父母不会为你担心，万海叔更不会躺在医院里。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。怎么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要伤害我爸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知道你不是故意伤害的。见面，三宝，我不能失去你，三宝。我想孝顺我爸妈，可是我更想跟你在一起。我们说过的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我们说过的。这句话，我这辈子就没有白活。我知道，你这次回去，很有可能实现不了我们的计划。可是于情于理，我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让你绑在我身边。不是你绑我，是我心甘情愿该要跟你在一起的。知道你会让我幸福快乐，可是为了我一个人的幸福快乐，却让我全家人都受伤害，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是在恋爱，其实你的眼泪比快乐还多。我们背负着愧疚走下去，就算我们再相爱，我们也不会真正的幸福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良心不安，把自己逼疯。不愿，也不能对父母做出无情无义的事来，对吗？就算万海叔逼着你嫁给别人，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你也
会留下一个小小的角落给我。这不是无情，这是一生一世的思念。再说，我会去向你父母争取机会。我相信，有一天我会感动万海叔的，我会让他原谅我们的。有岁。